在中间有几次同学们就交往的一个课目。第一个就是中间的是对成语两千多的同学，他们前后五章由成功之旅出发，沿着大渡山路分成二路政治以每小时40米的速度向特地进东海大学展开了战术行军。沿途中举行战术状况演习，有课后诗歌、举座祝上和掌声掌声演练。第三里零六三六的战术行军，由崔公岭到东海大学往返路程有28公里。